今集会杀入夜场，找六个有兴趣同香港人做 friend 嘅台妹台仔，俾你哋投票。而得票最多嗰位台妹台仔，我就会提供佢嘅联络方法，等大家同佢交个朋友。台湾终于有任务俾我啦咩？今日冇台湾片，由 American to Star 陪我放大世界 ，Bring Back More 一开波，梗系黑 sell 咗先啦！大家睇下个夹几轻，揽住嚟转身射个三分波都未问题啊！嚟紧执行嗰个任务系需要着上战衣嘅，而战衣咧就摆喺里面啦。啊，睇下啲间隔几方便，拉链几顺，战衣就喺度啦，等我着上去先。咁样仲唔沟死女？其实我呢刻都几紧张，因为我惊自己入到去夜场太受欢迎，俾班台妹擒住，搞到我完成唔到任务啊！而估唔到未入场就已经有件蠢嘢框掩我喎、啊。嗱，而家喺身边就有呢个 P R 啦，吓几靓仔小白脸啊！很多香港女生你来吗？有啊，有很多香港什么人？有跟他们交朋友吗？有。有骗他们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都没有。啊，你个笑容啊，真是非常可爱呀、啊！选女朋友什么要求啊？要顾家，要有气质。然后好气质。大家想不想知道我的 IG 啊？我真会集低嘅，呢个系其中一个啦，好唔好啊？Let's go！为大家送上我嘅专业推介：公关小鲜肉。睇下呢度啲人几嗨，大家都向左向右，将身体融入呢个节奏。等我立即启动我体内嘅雷达，先查啲靓女靓仔先。欣美啊，你是混血儿吗？啊，混血儿。什么问什么？美国、台湾哦，我想问你啦，是不是台湾的女生对香港的男生很有兴趣的？还好哎，香港男生很会打扮，台湾男生也不差，温柔啊。我也很温柔啊。你不觉得吗？温柔都吃手手啊，在这里说，看很多巴西的男生的吧？很多。一个吗？一个。哎呀，很惨啊！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啊。我不介意了。可是我介意啊。啊，我们在香港播出的，他不知道，他不会看的。想同佢混熟下嘅，记住头，混血无缘。你做什么啊 ？Party MC。等一下会表演吗 ？Yeah, maybe rap。他会表演 freestyle。They might be the family man, diamonds on my chain. Yeah, 我兄弟正在 feels good, pop some make the booze. 太棒了，又帅又会 rap。我是一个香港很有名的大明星。屁呀，真的。东方神，方神，太阳红。你对女生有什么要求啊？我喜欢有屁股的。有女生没有屁股的吗？对香港的女生有兴趣吗？只要长得漂亮都蛮有兴趣的。对对对，这里有口，她可以吗？不太可以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老实，非常之老实，拣仔梗系拣曾小人好个艺楷子啦。听头老实吴亦凡一票。你觉得香港的男生怎么样？渣，不好。为什么呢？会拿钱，也会动手。你遇过吗？有遇过。他叫什么名字？说出来。不要。说出来。不要。那么你选男朋友有什么要求？贴心吧，金钱观念要有。不要动手。啊，对，不要动手。惨惨猪啊！如果你都想安慰佢，改变佢对港男嘅睇法，记住头伤心的小妹猪咯。知不知道为什么找你啊？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找到我。因为你是全场最帅的那个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也这样觉得。你知不知道我是一个香港的大明星，我叫东方星。这是整人节目吗？不是啊，真的。那可以抱一个吗？来，你有拍拖吗？没有没有，现在单身，刚刚被上一个女朋友甩掉了。是不是戴绿帽啊？戴绿帽。不太算是啦。你对香港的女生有兴趣吗？只要是乖巧的我都会喜欢，不管是哪一边的人。你在这里找乖巧的女生不是吗？今天是朋友的生日，然后刚好来看一下而已啦。我看你是老干部啊。没有，我不骗人的。
好大阵旺角味传入我的鼻，请大家擦台式小 MK， 靓女沉柜底，压轴出场嘅就系邓丽君。我看了全场呢，你是最美的，是不是？你们台湾的女生呢，对香港的男生很有兴趣的，还蛮有兴趣的。啊，我还有呢，帅啊！我帅吗？帅。台湾的男生很多，宅宅男了。哎，宅男，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没有，刚失恋。哦，单身了多久了你？几个礼拜了。哦，怪不得要来这里了。对呀、啊。那你喜欢男生有什么要求啊？要会包容女生的小情绪，要会听我说话。要有钱吗？可以靠我自己赚钱哦，好的好，我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那么可爱，好，那好，那好，拉呢？家里的拉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最后笑咪咪女神，我警告大家唔好投佢啊！我唔俾你拉中放呢个 page 噶，选情告急，我讲多次，大家立即去一百毛 Facebook comment 度投票，票数最高嗰位台妹台仔，我就会提供佢嘅联络方法，等大家可以 follow 佢哋。台湾真的超爽耶！而家买 American Tourister 指定行李箱，即送你国泰航空台北来回机票，上非洲飞。